跟别人不一样啊，只是说人家进口过来就马上卖了嘛，那我的一定会先驯化，那驯化了之后哈，我再做生产，再做培植，所以外面给点力量还用。啊，第二个我鹿养的比较多。什么东西比较多？鹿养就露天，就是露天的，温室的很少，都是露天，任有它风吹雨打哈，日晒雨淋的，所以讲外面家哈，力量还用。就在曾姐要离开大溪回南部的前一天，我赶去看她一面。她是传说中的多肉植物女王，品种和数量在台湾数一数二。曾姐送的植物和外边一般看见的很不一样，就像她的人，自然阳光。多肉跟文创搭起来的，对，因为多肉很适合文创的市集里面去搭配。哦，它不用很多水，很好照顾，又很好布置，又不占空间。那玩的人呢，一样都喜欢植物的人嘛，他玩了之后，觉得第一个不占空间，然后品种又多又好玩，同样的品种，同样的东西，同样你自己在养的，他所表现的话，所表现出来的。婚变以后，曾姐独自养育三个小孩，老天还不放过她。三年多的时间里，她办了三次告别式，爸爸妈妈和唯一的儿子。一场大火接着烧掉她的房子，爸爸水灾淹垮她所有的苗圃。曾姐有没有痛哭心碎，我不知道。曾姐心中有没有怨恨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来看她，不是因为她要回南部，我是很想当着她的面鼓励她。曾姐，你很好，我们这些朋友会陪你一起走下去。我常开玩笑说，我可能前辈子我有修，所以对很多事情我会执着，也比较平常心。所以说，从以前还没有从事这个行业之前，除了弄爱见爱多的，喜欢就种，朋友的喜欢你就拿走，不会说特别的，我这修到有感情啊，有感冒啦，有感冒啦，我从来没有这样子。